周三呢，其实呢现在已经不是早上的，已经快要三点半了。然后今天的 vlog 呢是我这两天在香港的周末，因为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香港度过周末了，所以我现在呢要准备东西，好乱。我想要去好像在上环吧，有一间咖啡店，所以 yes。然后顺带一提，我今天其实没有用粉底，我只有上了一点那个遮瑕在这边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哇，很多瑕疵都还是可以被看到。我今天早上调了8:30的闹钟，然后把它按掉，调9点，再按掉，9:30再按掉，然后不知不觉现在就已经3:30了。今天刚好也是相片日，就是上次弟妹7月初来香港的时候，我有跟她一起拍了一个在香港 free hug 的影片，我会把它放在这边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我自己的频道也上了一支我跟 Crown 的 Gary Lee with us， 是一个飞片来的，但我个人觉得蛮可爱的啦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啊，我刚刚才发现我们家没有那个厕所用的卫生纸了，所以明天要记得去买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我上个礼拜回来香港之后，我就把我整个家里都大扫除了一遍，所以我现在镜子终于是干净的，然后里面啊像这些地方我也全部都擦过了，所以现在我家就是处在一个很干净的状态。 Yes， 大家先忽略这一块，我等一下会把它收起来的。但是呢，我最近刚好呢在 YesStyle 上面买了不少的东西，所以呢我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概过去2个月吧就累积了蛮多的。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，它的牌子叫做我也不知道，我会把它放在资讯栏。它比我想象中还要宽一点，然后它的空间算是蛮大的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放进大概我需要的所有东西。我比较没有预料到的是它的颜色啊，我以为它是黑色，但是它是深的绿色，所以 surprise。 然后下一个呢是一个厚背包来的，它长这样子，就是一个感觉蛮有质感的包包。而且它很特别的是呢，我才发现它的开口不是从上面，也不是这样掀起来，是旁边这边，旁边这边有一个，然后这边一个，然后另外呢就是要从后面了。所以我有点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，因为好的是你大概不太会被偷东西啦，但是坏的就是拿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太方便，不过好看就好，所以这是第二个包。首先呢第一个就是 SK2 的化妆水，这个应该是他们的王牌商品吧，所以最近有在试用它，我觉得我的皮肤真的有变得比较怎么讲，会呼吸，可能是因为我本人已经25岁了，已经就是开始迈入一个轻熟女的阶段。所以下一个是这个雪花秀的 serum， 哦，这个我也很喜欢，尤其是我之前有带到美国去，然后它的质地啊是这种透明的，然后比较稠一点，我跟你说超保湿，隔天起来脸
水当当。再来这个呢，如果你有看那个 John Day 的话，它是那个 John Kim 跟 Neil Jen 出的一个联名，然后它里面就是这样打开，有一个 Day Cream 一个 Night Cream， 我觉得还 OK， 唯一我觉得很讨厌的是它这个盖子超级不 user friendly 的啊，就超难打开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一打开就是，我不知道我觉得有点 it's a mess， OK， 差点忘记这个是我上去韩国的时候忘记买的，所以我就在 YesStyle 上面补买，它是那个 Mamon 还是 Mamonde 他们家的玫瑰化妆水，我试用了几天之后我觉得还蛮舒服的，跟那个金盏花的化妆水有一点像，但是这款好像又更滋润一点点。接下来呢就到美妆品的时间啦。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Hulika Hulika 的腮红，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吧，它跟那个这个叫什么，它不是樱桃小丸子，它叫什么名字， anyway 你们知道它是谁吧。对，然后它就是这个樱桃大红色的腮红，另外一个呢也是 Hulika Hulika 的眼影，这个是01号 Red Velvet， 我是因为 Mira 的推荐所以才买它的，我觉得颜色都是那种偏红棕色的，我的菜。再来这个是 VDO 的试底乳，在上底妆之前用它的话，你的底妆会变得很有光泽，可是又不会很油，它就是一个由内散发而外的光泽感，很棒。最后两个是 Etude House 的，这个是我真的史上用过最喜欢的睫毛膏，我今天就是用它，大家看到吗？我今天就是用它，它除了超防水，然后一直都保持很卷翘之外，就是。最后呢，这个是之前在韩国很红的 Peach Palette， 它闻起来呢没有桃子味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分享完毕，如果大家有想要在 YesStyle 上面买东西的话，我在资讯栏里面也有放我的折扣码，大家有需要的话就是可以省一点钱这样子。好 ，Sorry。Good morning, y'all. 今天是可以站好一点吗？Good morning, y'all. 今天是星期天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outfit of the day， 好吧？上衣呢是 Contin 的，然后裙子就是一件黑色的裙子。哎呦，
今天的行程呢，就是我要去找我 Berkeley 的同学，因为我们有几个现在刚好都在香港，所以我们就是约了很久，终于才约到一通，要一起吃 brunch 这样。今天来的呢是好喘，今天呢我们约的地方也是之前常常来的 NOC。这个是 Chloe， 这个是，来你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忘了我的名字吗？不是，我说浩还是你要讲另外一个名字？没有说浩，浩This looks so good。相机先站开，你的最帅的。拍一个照怎么那么难呢、啊？哎，不要太好拍给我。没有打光，我没有打光。生涯，生涯，工作生涯。Bye Chloe。其实我不是很确定这个有多少，应该是一斤的菜，然后一磅的樱桃，三个菠萝包，然后一人份的猪脚肉，这是一份的蘑菇吧，然后另外我还买了我最爱的黄椒，后面很乱不要看，我最爱的青椒红椒。然后我知道看到这里很多人是现在你会觉得说 Cindy 你怎么用这么多的塑胶袋，因为我今天是回家的时候很临时决定要去菜市场，所以我并没有带我的购物袋，所以我下次如果知道我去菜市场，我一定会自己先带环保袋或者就是装的容器这样子，然后这些袋子如果它没有脏我也会留下来之后继续用，所以我现在呢要去我们公寓的 clubhouse， 因为那边有免费的冷气跟网路，所以我就不用自己在家开冷气，因为电费很贵，因为 clubhouse 那边冷气有点冷，所以我带了这个薄外套，对 OK let's go。 Hardened the way that I stare， There'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。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. So if you feel like I... Hi， 现在呢我要来煮晚餐，你知道国外人家不是都边煮饭会边喝一点酒吗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效仿他们，有一个老实说我觉得没有很好喝的 Rosé 啦，不过打不开，不过你知道人生本来就不是有很多选择的，哇打不开Here we go。 好，我们不要喝太多，等一下喝醉了就不好了。祝今天煮菜顺利 ，Cheers！ I have a dream, a song to sing, to help me cope with anything. If you see the wonder.Even if you fail, 'cause I believe in angels.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.I believe in angels.When I know the time is right for me, across the street.现在是晚上8:40，然后现在有点不知道做什么。我的周末就结束了，你又要开始上班了，我真的是觉得心好累哦。我感觉今天的 vlog 好像会有一点无聊，怎么办？
我给你们看我今天买的衣服，等一下。我今天是去 Giordano Lady， 然后它刚好有那个一件到两件是五折，然后三件是六折，三件是四折，对不起。买了一件裤子，这样，它是有一点点那个棉麻的材质，然后就是一个宽裤这样子，我觉得看起来还蛮就是有架势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然后我没有这个颜色的裤子，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多一个颜色之后可以做搭配这样。然后呢，上衣的话我则是买了一个这个，那这件其实有一点大，因为这件是它唯一剩下的尺码是 L 号。战利品分享完毕，谢谢大家跟我一起度过了这个周末，希望大家有玩熊大上菜的都可以快点破关。我现在已经卡在牛排馆，卡到我真的是俩拱。如果跟我一样要上班的呢，就是来啦，我们喝一杯好不好？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